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黄埔区的阿 May， 今日带大家嚟睇一个位于黄埔花园九期实用面积765平方尺的三房套房加工人房单位。事不宜迟啦，我哋而家出发出去睇下啦。从大门位置一入去，右手边会是客厅的位置。客厅非常之宽阔，以简单白色为主调。客厅除了放到三座位梳化之外，旁边亦都可以放到一个书柜。从客厅望翻过去饭厅的位置，门口旁边可以放到一个三门的鞋柜。而饭厅放到四人餐桌之余，仲可以放到一个杂物柜，非常实用。来到第一间房，会是一个小朋友的房间。除了放到基本的单人床、书台和衣柜之外，门后面亦都有一个书柜的位置。我们来到姐姐的房间，房间里面会有窗，可以放到单人床，还有由地下做到上顶的衣柜。来到第二个房间，房间采用了上下隔床设计，放完床之后也都有小朋友可以做功课的书台、书柜和衣柜，非常之实用。客厕位置，业主将全个厕所重新装修过，由浴缸改成为旗缸设计，而且厕所里面有通风窗，非常干爽。来到主人房，会感受到采光度非常之足够。由于这个单位的特色是采用双边窗设计的主人房，另外一边窗的位置，由于业主本身衣物非常之多，所以放多了个衣柜在这里。另外我们可以做到三边落床的效果。窗外面的景色也都非常之开扬。来到主人房的洗手间，业主一样将个洗手间重新装修过，亦有通风窗设计。单位厨房亦都重新装修过，有窗之余仲系明火煮食。而另外一边可以放到书柜、洗衣机及干衣机。这个咁靓嘅单位已经睇完啦，咁如果大家对呢个单位有兴趣嘅话，可以随时联络我阿 May， 我个电话系61777171。今日多谢大家收睇。